对香港的前途是比较有希望，有三个理由。第一，我们在香港已经有一个三权分立、透明和依照法律成立的一个制度。第二，我们也开始了这个民主的进程，我们有直选，我们有间选，社会上每一次搞选举是非常透明和参与是不错的。第三，香港反贪污的制度非常确立有效，我们比起100年前中国的情况是好得多，所以我认为香港的民主进程是有希望的。放过悲伤往事，一起快乐到世界毁灭。